来自哪里？你可曾听说过奥瓦尔古里？它带着我的心穿越了戈壁，多年以前。今天呢，讲的这个，讲的书法呢是第二讲啊，在我这个是练了快20年的书法了，然后那个没间断过，这是我学的第二个名家的帖啊，然后咱们学的是隶书，这也属于楷书的范围啊，咱们讲今天呢，上回是讲了一个概论啊，从哪儿来的？这整个隶书的特点是什么呀？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整个的隶书咱们掰开了揉碎了，咱们一点一点的讲啊。这个讲的这个第一点是点啊，咱们那个就。其实所有的这个书法的这个碑帖，咱们都是这个思路，都是解，因为它的形态不一样，所以说呢，我就掰开了揉碎了，就是当个零件一点一点的讲出来，然后呢，把这东西精髓凑在一起，那咱们就咱们就能把这个隶书这个学好哈，咱们那个其他的那个，其实学会这种方法以后啊，各种各样的碑帖，不管是隶书、魏碑，还是什么唐楷，还是别的什么都用这个方法、这种思考方式去学它啊，我相信就能学会了，就分析它的特点，其实没别的，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那个分析它的特点，分析它的那个书写的那个方式，在过去讲什么讲形神兼备，现在的讲是特点，这都是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咱们现在那个开始讲这个事儿，上回呢，我讲一点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书法，就这个隶书里头这个横这个横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蚕头燕尾这个像大雁的尾巴那个燕子的尾巴，这都是这样的，这是一小肚子，那尾巴翘翘的。但是这个蚕头呢，好像大家学着就有点想象不到，其实呢，你要仔细观察，我专门从网上找了一个图片哈，仔细观察这个蚕的这个头，这是蚕头哈，这是它这个小嘴巴吃这些桑叶的这个小嘴巴一点一点的吃，实际上这一块儿，它这个蚕头这一块儿，它这有这么一个起伏，对吧？这是一个起伏，然后呢，它这个嘴呢，实际上是个方形的。有人说这脑袋是圆的，实际上是这些小动物，这就是这些蚕的这实际上是个方形的东西。还有呢，咱们仔细观察那个像这是蚕头，其实像那个蜻蜓，像什么这个那些那个。那些动物，它的那个体那个头，实际上是大体来讲是个方形的，上头这个，当然那个眼睛什么之类的放在上面有它有圆的部分，但是它大体的形状是个方形的，又方又圆，这个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呢，这个大体的结构咱们要揣摩它这个特点。
啊，它这有这个直直的线条，它不是说是都是圆的。咱们人的头也不是啊，完全是圆的啊，有长方形，基本上头是长方形的。实际上，你在这下巴这儿，实际上咱这个面，它有这么一个，就是脸这有这么一个面啊，包括这头这都有一个面，实际上也是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一个完全圆形的，它是实际上是这里还是有几个面儿的啊，所以咱们要理解这个它这个蚕头啊，那这个是等于是上回的我讲的一个复习啊，完了再让大家伙儿再仔细理解一下啊，仔细体会一下。嗯，这是侧面，这也是侧面啊，就这块儿是有一个面儿的啊，实际上这个也是有一个小的。小的一个比较硬朗的一个面儿，所以说咱们这个形象，咱们这个形象的东西啊，咱们自己再去体会啊。这蚕头，这是一实际上是一大体上是一个方形的东西啊，完了里头有它圆润的部分啊，有那个，所以它这个线条啊，是大体上是什么，小的细微是什么啊？这上头，你看这个就是比这块就比较尖锐，啊，这点就是比较稍微的柔和一点啊，所以说这个，而且呢，这是个斜面，斜的面啊，它不是完全是上下直的这种啊，它是这么一个斜的啊，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啊，像是棱形或者是啊那个啊是平行四边形啊，这么一个体会啊，或者是一个四边形啊，但是呢，这个都不平行啊，就是这么一个体会啊。所以说呢，而且呢，我还要讲的就是，我这个用嘴讲出来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隶书、唐楷，还有什么魏碑，这个。一定要保持中锋去写它，你看它这个都是很有力量，它力量哪里来的？中锋写出来的啊，这个力道啊是平滑的，都是平光滑的平滑的啊，尽量不要写出一些这小疙瘩，这个小疙瘩啊，尽量不要写出来，这个说明它你是侧锋了，中锋相比锋是直的啊。我既然是我教这书法，我就要求大家伙，旋肘旋腕啊，这个就更灵活。你不管是坐在这儿写，还是站着写，你这个姿势不会发生改变啊，是很自由的。如果说你枕腕，我还真不会。啊，就是这枕腕的话，这个就是不灵活啊，就是必须得有一个依托啊。你站在那儿写就不舒服，坐在这儿也不舒服，实际上就是这局限啊。所以我要求旋肘旋腕。你看我一边拿的这个笔的中间啊，垂直的，这个笔是垂直的，就可以保证那个中锋的行笔啊，是这样子。嗯，咱们。接触到的一个啊，现在咱们就是是有基本上是这个学习啊，咱们学的点啊，其实当然它这个点儿也有不同的这个是不同的形态，所以呢，咱们讲起来呢，也就那个就咱们再把它。掰开了揉碎了啊，每一个那个点儿的形态啊，我都用一些字来代表来讲一下啊。完了，先是啊，这个张骞碑的这个顶点的用笔呢，有方有圆啊。完了呢，但是以方啊它居多啊，有正有侧啊，以侧居多。侧是什么呀？它就是有角度的。啊，它就是变化多。如果你这全是正的，那就是美术字啊，没有变化，那就不是书法的范畴啊。
所以呢，咱们用方比来表现。方比实际上就是弄到这个毛笔尖上来讲，咱们把毛笔尖弄成一个小铲子似的，扁扁的一个锋，让它扁扁的一个锋，哎，你就能实现那个什么，你看这儿像铲刀一样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它不是圆形的它这个有，这是宽体的地方，完了这是窄体的地方就是弄成一个小铲刀，你就可以把它那个这方笔写出来，然后那个下去就有方笔这是我的经验哈。有的人那个方笔出来的那个方法不太一样，但我是这样子的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他这有好多这个例子，你看方字那个他这个方字的点儿他是用方笔写出来的完了呢，到下边呢，他就还是有这小角度，哎，有点圆笔的表现完了字他顶点他用的是圆笔完了这横啊折呀，都是用这个方笔表现出来的，所以它这个点儿都是形态也是各异的那夹子也是，它实际上是也是个那个顶点也是方的正，所以它这个那个形状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斜斜的放在那儿的，而这个金字就是一个类似三角形的一个东西，它的有的点呢，这个夹的点呢，它就是有点像正方形的点，这个金字呢，有点像三角形的点，所以它这个方那个那形态不一样。而这个地字，它这个点儿索性就变成横了，用这个点儿用横表现出来了，包括这个龙字这个上头这个。他为什么是这么写呢？就因为上头这个，他放出来了一个横儿，这第二，这个横儿，这个大横儿，然后它上头呢，就那么一点点的话，它这高和这个低它就雷同了，它这低得用不同的那个处理方法来表现出来，但是呢，又有既白手黑，它又是它的一个空，一个位置。它这个空位它又要考虑那空位又要考虑它的均衡的一个空位，所以说呢，它这个横压的也低低的，它也没放出来这个比这笔还要窄一点，所以说它这个字就搭配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是空，它这个为什么这个点儿都写的不高？全都是因为它的空位的要求，这个空位得在这儿能找到相应的东西，它这些空位都得在旁边都能找到相依托的地方，所以说那个是它是这个它空位就均衡了，均衡了这个字就漂亮，它就实际上搭着架子，这个包括这个地，你看这个高，这高的小点儿很小，这个空位。在这儿能找到，能找到相适应的东西，所以它就给你的是个均衡的美。如果写的那么大，上头这个这字儿就沉下去了，所以说这个咱们要考虑，如果以后自己要组字的话，这些都是咱们要学习的部分，所以这些形态各异的这个点儿，它的处理的方式，它就有好多种这个讲的呢，我就是给大家伙讲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那个还有，它还有不同的变化呢咱们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咱们再讲
然后那个自己呢，也去照着这方法去思考这个问题，去写出来。啊，遇到这个问题以后，类似这种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这把这帖读到这个，把这个功夫读到这个帖了。啊，读成这样子了，我知道他体会了他这个变化了，以后再有更新的变化，我们自己都能写出来，对吧？嗯，这就是找，就是学的，就是我讲的，就是一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啊。新问题永远会有啊，咱们把这个这个帖读帖怎么读啊？照这个方法读出来啊，那咱们。就什么问题都不是新问题了，咱们可以写出来，以后就可为我所用啊，这就是咱们一个目的，嗯。然后呢，咱们那个点儿是上了一个点儿啊，到后来呢，还有平行的两个点儿的啊，它有这又有几个变化。啊，一个是啊相向型的，啊相向型的这种呢比较多啊，像这个扇，啊这个扇，这个扇子，它就是相向型的。这个从这个这俩上头两个点儿，这个点儿这么写的，这个点儿这么写的，对吧？啊，完了那什么，咱们啊，这个要注意这个扇子这个点儿的方向啊，然后还有一个木字，这个木啊在哪儿呢？这个木，哦，这个木在这儿上头也是向型的啊，就是啊这个以后就这个像这种。跟那个字形相同的这个啊，咱们都可以这么写啊。完了，那个它，而且这个大小还都不一样啊，这个大小都不一样。像这个"对"啊，"对"字儿这儿啊，中间一竖，完了两个点儿，这两个点儿的方向也都不一样啊。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对"，它这个。它的结笔是在这个左边这个点儿，结笔是在这个右上方，对应的是啊这个点儿的啊这一笔，嗯，完了这个点儿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它的笔，别看它这个笔是断的，这两笔是断的，但这里头笔意是承接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伙以后也要慢慢去体会啊，把这个每第一笔、第二笔之间的关系，你也要体会出来啊。这以后笔意连接了，那这个字就灵动起来了啊。还有一个相悖的，像这个"堂”，这儿有"堂”，这个"堂"这个两个点儿啊是相悖的啊。还有这个星啊，这儿有一个星，星字也是这个像星，啊，这个星这是相对，下边两个点儿是相对的，对吧？啊，方向是相背向的，是这样子的啊。相向的，这相悖的啊，完了这个"堂"字儿啊，这都是相悖的啊。完了那个，但是它是笔意也是相连的。你看它这片的笔意，哎，这是结笔在这儿，完了就上去了啊。所以它这个这都表示它的一个动态，动态的这个所有的点都是动的，同向型的。啊，同向型的是什么呀？啊，就是它这个笔断意连，高低有别啊，就是个这公子这底下的这个左边的稍微高一点，右边的稍微低一点啊，而且呢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高呢？
为什么高？就它的结笔在这儿啊，去跟这儿去相承接的啊，它这两个点儿啊，所以说呢，这个虽然咱们这个讲的是楷书，但是呢，它实际上这个楷书呢，每一笔之间也是有关系的啊。咱们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初学者呢，可以去忽略这个问题。两笔之间，我先把它写像，写像了，熟练了以后啊，咱们上高速路去试试笔。高速路什么呀？所有的，咱们开车有一个体会，到了高速路上，实际上就是咱们在城市道路上的所有的这些动作，要做得更连贯啊，咱们才能去高速路上去开车呢。这个写熟练了以后啊，这笔和笔之间的那些关联那些联系，咱们也可以写出来，咱们做得到啊。这样的话，这个楷书，咱们当行书写，那是更高级的一个这个想法，更高级的一个要求啊。完了，希望大家伙呢，就是以后勤练多练啊。完了呢，那个把每个字的那个都熟悉起来，这样的话呢，大家伙就写的楷书隶楷。也会啊，生龙活虎啊，把写活了。这样的话，咱们那什么，咱们那个写书法的目的就达到了啊。我写的，我也这个帖我已经练了很多次了啊，但是那什么那个还是被老师骂得蛮狠的啊。所以说，咱们继续一起努力啊，一起探讨啊。那个现在呢，咱们就到了这个演练的这个部分谢谢大家听我这个讲这个隶书的这个点这个部分哈，我呢，我今天就把今天讲的这几个字啊，咱们找着把它给写出来练出来，咱们讲一个，咱们现在就练一个。啊，我不是说照着个帖，这挨着盘写，咱们今天就练它，练我讲的字。还有我讲过这个心字，
你看这个木子吧，它这个上头，它实际上是两个长长的横，这两笔它是放出来了，但是呢，总会有一个，它有一个那个这个隶书，它有一个就是蚕头燕尾的，只能有一笔是这样的，所以那个就不是。而且既然这个写成蚕头燕尾了。它相对来说就拙一点，就比这个要粗，对吧？它所以有一个主，有一个次，所以就是这个，这个主在这儿，蚕头燕尾，它这个变化有了，所以它这个笔画就比较粗，这个点儿呢就比较细，所以说在咱们以后组字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思维变化啊。今天呢，其实大概我讲这几个字呢，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还有一个善，我再把它写出来。咱们把这几个讲过的字，我都给大家演练一下。
边还有一个对，把这个作业写出来。咱们既然讲到了，咱们就把它写出来。你看他这个怎么呼应的？还有一个为，这个咱们再体会一下，它这个它底下是有四个点的，咱们体会一下它这个啊，这个点儿啊之间的关系啊。好，今天呢，这个课堂演示的部分咱就到这儿啊，然后大家伙现在可以提问了。美丽的眼睛是否？
又还多近，可曾听见撒旦忧伤的声音，可曾听